一切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先。我是主织，你是奴才，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低头。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又来模仿一下蜡笔小新。好，那今天呢，我在百度找到一些关于蜡笔小新常说的话跟口头禅，那我们现在来挑战一下。好，第一。人家没有那么好了，是吗？有呵呵呵这样子，OK。第二，好了，小姐姐，你喜欢吃青椒吗？不要打我 ，OK。好，真拿现在的小文没办法。还有，妈妈，你回来了。还有，妈妈，爸爸的脚好臭啊。还有小白小白你在哪里哈还有什么呢哦你看我的豆皮寿司好那接下来呢除了这些可是还是觉得有点不像啦不过现在我们来接下来挑战一下延禧攻略我们试试看用这个声音不大像蜡笔小新可是还是有一点啦一点点 OK 来模仿一下延禧攻略的经典对白延禧攻略啊魏璎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推脱我的命令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紫禁城是长春宫不是富察府在这儿一切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先我是主织你是奴才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低头你疯了竟敢打我要作威作福滚回你的富察府去今天的模仿就到这里为止好来谢谢